湯兒自認粗魯，唔識扮後生。湯兒日前就出席非常道義的首映禮，她透露自己將會參演兩部小品電影，分別要飾演18歲和35歲的角色。有笑言要演成熟的角色不擔心，反而覺得要做十幾歲的角色有困難啊。咁下半年其實有三部戲嘅，咁其實有兩部佢哋嘅角色年齡差距有20歲咁多嘅，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，因為如果做啲成熟嘅角色咧，反而我唔會太擔心，但如果做翻啲可能十幾歲嘅角色咧，我自己就要再留意多啲，練習多啲。此外，湯兒又表示，因為自己的個性比較硬朗，甚至連男友阿 Ken 都說自己粗魯，所以覺得要扮細個好難喎。18歲自己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嗰陣時係，係啊，同埋好多可能要做翻啲可愛啲嘅嘢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嘅性格係比較硬朗少少，即係個樣係好斯文，但係我自己性格好硬朗嘅。